臭丫头，哪有香油不收钱的？破坏行规，有本领就拿出来看看，没本领就给我滚！大叔，你放心，我自然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先耍两招，把妖怪引出来看看。乖。不是说玄光寺会派两个师傅过来帮忙吗？怎么没见到？会不会是在路上就被怪物吃了呢？有妖道。哇，姑娘，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干嘛这么暴力吗？何方妖物，敢过来捣乱？我不是妖啊，我是玄光寺派来捉妖的。是玄光寺来的大师吗？是我是我，我师父说你们这儿出了个吃人的妖怪，叫我出来看看。切，嘿，还没请教这位师父贵姓啊？啊，好说，降魔界。给了我一个封号，遇神杀神，遇人杀人，人见人爱，鬼见鬼拜，盖世神功大法师，慕容正英师爷，这么厉害，加门加威啊，加了很多威了。嘿嘿，贫僧法号不通。哦，你是僧，为什么有头发？哎，贫僧啊，生来头发就硬，硬到连刀斧都砍不断。师父曾七次为弟子剃度，全都失败了。哎，既然是天意，我就决定留下这3000万道丝。搞什么？就是。信礼佛，行善立德多年，福缘深厚，自能逢凶化吉。哎，至于令夫嘛，做生意不老实，专卖假货，克扣工资，还欺负孤寡。这个妖怪恐怕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大师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夫君，我愿意以命换一命。这么痴情？你胡说！我们有的是钱，你要几个丫鬟，我们就买几个丫鬟，把他喂饱为止。嘿，说的有道理。妖物，速来受死！
你去射他龙尾骨，我去射他舌头。不用谢我，我救了你啊！又上去了。阿弥陀佛。